哇，这博物馆里面各种国家的瓷器啊，不是都是中国的。看这个，这应该是康熙的一个盘口棒槌瓶，你还得自己去找找什么是中国的。像这个就是这个塔，看这么高，这荷兰的。你看上面那人都不是中国人，看后面都挂在墙上。哇，这英国佬对中国瓷器也不在乎啊，挂墙上掉下来怎么办？看这一个。这个是大清雍正的一个雍八钱九，应该是过墙，八陶过墙大盘，我们一会儿可以到那边看看。你得自己找中国的，看这是一个梅瓶，这画龙的绝对是梅瓶了。看这种细长的梅瓶，这个就不是中国瓷器了。你看这一看就是外国的，得自己找啊。这琳琅满目啊！看看整个这个博物馆里面，我得一个一个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宝物。啊，找到宝物也不让带走，真是郁闷。这还有一些这种，这都不知道哪国的我。他这些青花也不一定是中国的，你看这些青花，这都是这一看就国外的，看到了吗？